记得过去曾介绍过的大量鲜奶油，叠得跟咖啡一样高。终于吃完鲜奶油，准备喝咖啡的时候，咖啡也都凉了。现在北海道又有一间店推出无限鲜奶油杯，整杯塞得满满，几乎全都是鲜奶油。人到底是有多爱鲜奶油啦？井号上句点滴。位于北海道的哈鲁哈鲁是一间圣代可丽饼专卖店。不过来到这间店排队的客人大多只为了其中一款商品而来。就是这杯扯到不行的鲜奶油杯啦。这叠了两层楼高的超浮夸外表，根本可以直接挡着脸蛋。路人经过的时候肯定会回头看的阿 Q 的。这款鲜奶油盛宴圣 Premier Paradise 一杯要价日币500元，约新台币135元。先在底部意思意思起个几圈双麒麟之后，再用鲜奶油把整杯堆倒满出来。鲜奶油加双麒麟这种双重浓厚的奶味组合，拉在一起吃根本分不出来谁是谁，吃到最后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 XD哈鲁哈鲁另外一款人气商品则是常被误认为狗狗的鲜奶油圣代杯熊熊盛宴，除了可爱以外，一样以大量鲜奶油为卖点。其实这间店的其他商品也都偏浮夸。咖啡与可丽哈鲁哈鲁李小璐店，地点北海道，是中央区南两条西一年5月6日第二广和 B 乳 EF。时间11点到19点，公休每周三，备注无内用席。这么满一杯鲜奶油控怎么受得啦？下次去北海道的时候可千万要记得到这间哈鲁哈鲁朝圣阿 Q 的。